我想问您，您喜欢吃这个炖吊子、九转大肠，包括卤猪蹄吗？孙先生，您喜欢吗？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，是吧？我也特别爱吃。对，小撒老师，您喜欢吃吗？您不喜欢吃？不行，我听到这个就觉得腻得慌。但是，哎，您跟我几个外国朋友倒是挺像的。我把这几个菜报给他们听，他们说这什么东西，又是内脏，又是这个，国外的，对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不太吃这些东西。对他觉得吃这东西是不可理喻的。就是我在去逛超市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在这个进口商品区，他所卖的食品，比如说一些牛奶啊、保健品之类的，它明显价格会比一般的食品高不少。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，觉得是说外国的食品，它在食品安全性上会更有保障一些。那其实我觉得，就像我们刚才所交流的。本身中西方对于餐饮对于食品中国的传统的食品、传统的烹饪，我们要现代化。那么在工业化、现代化的过程当中，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，我们可能要加食品添加剂了。一加食品添加剂，我们中国老百姓害怕了。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害怕？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，刚才谈了半天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字典里以前就没有食品添加剂这个词儿。对，我查了很多遍，有卤水，有混曲，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归到一类叫食品添加剂。后来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严格管理、科学管理了，制定国家标准，所以我们很多人一看啊，怎么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来，没想到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用。我一直上网上追中国最早用食品添加剂能追到多少年以前的，至少可以追到6000年以前。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其中有一个文明叫大汶口文化，在那里出土的当时我们做酒酿酒酵母当中有一种转化酶叫蔗糖酶，那就是食品添加剂酶制剂。不光中国的食品，国外食品也是这样。各位年轻的朋友，你能不吃巧克力吗？你能不吃冰激凌吗？都有食品添加剂。为什么西方的食品当中可以用，我们中国的就不能用了呢？也可以用，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用好。这样来讲呢，就是说不单食品安全有保证，我们色香味的享受，我们对健康的享受追求都可以实现，这应该是我们做的。明白明白。好，谢谢孙先生，谢谢孙先生。